赵世之为了李丽珊封胸。赵世之向来大方，每次出席活动都会以性感示人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近排他突然玩封胸，究竟是为了什么呢？都是排舞台劇咯，咩名啊？叫做風之後，咁我就係做李麗珊嗰個角色，做阿珊嫂。係啦，咁所以其實有少少基於呢個原因咧，咁所以呢期見大家都唔會話好性感，係啦，都係以大方靚為主咯。係咪即係豐胸啊？又唔叫做豐胸嘅，但係好似又真係為咗投入珊嫂嗰個角色同埋形象上面都。能夠太過暴露咯，係，即係唔想影響到珊珊佢俾人形象啊，始終。